欢迎来到阿伯出事啦！今天我们要来日月潭老街逛逛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带阿黎来日月潭逛逛。后面这一间女人是认识的，然后呢？他老板有说啊，如果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，他会帮我们处理行动的。可是我们今天先到我们的老街逛逛走走 ，OK， 好不好？吃点东西，你吃得下吧？好吃小吃，然后还有很厉害的饮料，跟米其林三星茶叶制作的东西，走吧 ，Go！ 你也第一次来这里，对不对？第一次。我跟你讲，这里有很有名的东西，红茶、小米酒。哦。改天再喝，喝两杯就那边去了。你喜不喜欢吃甜点？我上次有吃到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你要不要吃？他听到奶茶又眼睛亮了。你要吃什么？你也选一个。你推荐。你喜欢吃甜一点的还是不太甜的？不太甜的。坚果类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推荐这个夏威夷焦糖，还是你要这个蔓越莓养生坚果？我吃那个夏威夷焦糖。好。好。还是要先吃下来。我要直接吃。假靠麦，假靠麦。那饼好吃，那你吃。好吃哎哦，哎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那我们这次还要吃什么？我每次来这里啊，第一次就是刚那间是上次的朋友有买，就是我知道我觉得好吃，所以我才推荐你吃。等一下还有一个包翅，也很好吃，那个饭包翅啊，很好吃。翅包饭呐，我喜欢豆子面啊。可是怎么讲都怪怪的。而且你看，天冷超多哎。人超多，满满的，快看不到阿里了。那我快点去找那个你的鸡翅包饭的那个。喂，鸡翅包饭，饭包鸡翅。我要把我双手插在口袋，不然我会很不自觉的伸手去拿四盒。我以为你要牵我的手啊。你们看到前面满满的在排队。哪一间的？就是那个高丽菜包。哦，有，它上面有讲素的。哇，好多人来买哦！好吃，所以要必排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走，我们去排队。没去夹吗？你没有问看看那个要怎么夹？有啊。你确定？就直接坑里里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间好特别，超多人自己找钱，自己拿袋子。老板有在看呐、啊。有了。随便钱随便他拿掉。哎呦、啊！那把他拿走，快点。不行，每人的罪过。好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真的很厉害耶！老板娘旁边包，然后老板炸，然后客人自己拿袋子自己找钱，然后自己夹。那你自己吃。好香哦！哎，我没有用酱料哎，可是它很香哎。吃原味，吃原味。你先吃啊！你先吃啊！你要吃我口水啊！你没有生病、啊，你才有病，我有病喂给你。北北就是一个这么害羞的人。哎，你北羞，我的舅公，你北羞哦，他的皮很脆耶，哇，他比较好吃，像 N。外酥内香，我第一次看到水煎包是用炸的，一般都是用蒸的。它是高丽菜包。哦。因为闻到很香。好。你有想过你刚刚一开始拿给我的感受吗？它不用加任何调味料，这个皮好好吃哦。很脆吧？嗯，真的很脆。然后饭饭鸡翅，它真的叫饭饭鸡翅啊！而且它难得今天不用统排队。它是去骨的，可以让整个咬。怎么样？阿俊的眉毛在抖动了，形容一下。我不想讲话。真的假的？好吃到不想讲话。它外面是脆的，饭是好吃香的。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
吃起来啊，很像米肠哎。因为它里面是拌饭啊，然后它饭是炒过的，所以很香。哇！所以它叫拌饭鸡翅。我再讲出它的名字。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叫它自包饭，可是在这里要叫它拌饭鸡翅。哦，差不多了吧，阿俊？没有。吃了那么多。带你去买乐心酥。他不是说他想买个喝的，我吃了那么多有点口渴哎。有啦，他旁边就有了。好热。对，走。嗯。这间吗？对。有什么推荐的？你可以喝黄玉。哦，看到了，米其林二星推荐。来给你。谢啦。红茶。我的是红玉鲜奶茶。他说喝的时候要搅拌。哦，那茶很香哎。这次喝的是减糖的，但我觉得如果有人来买的话，可以买黄金比例。你是不是觉得它不够甜？没有，可是它的茶气味是不错的，难怪可以卖到日本这么多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堂就是带你去买。它就是练心酥，因为它是爱心的形状。这个很香哎。这个是哪一个？这个是鲜奶。这个鲜奶。它第一名的是。第一名就是我们家的招牌红塔。它是唯一一家日月潭得过三颗星的。哎，有白雅的呢。这个都是我们现场做的，来试看。哎，好香哦。好，我要喝红塔。你把什么口味都试试看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因为我们这个是超级厉害。那老板一个红茶。好，有吃过有量。而且刚才老板讲，你看那个他们的盒子，他说那个图案啊，是少族的族人才可以使用的哦。而且他现在算是少数民族啊。超酷的。哇，你看你有豆干，哎，日月潭豆干也好吃。它是那个红茶五香豆干。对，然后可以带回去给女生宿舍的人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真的很厉害耶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回去牵车啦。耶。哇，够。逛完了，耶、yeah! ！有没有吃饱喝足？有。哎、欸，你的肚子也有。吃饱，人巴肚嘛爱吃吃啊。阿俊推荐的真的就是好吃。那今天有没有很开心？开心。然后今天我们是来日月潭吃嘛，还有就是带你来晃一晃。嗯嗯。其实日月潭还蛮多可以玩，日月潭其实还有立桨，然后有脚踏车，可以骑电动脚踏车，或者是你体力够好，你也可以骑登山车。是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次游一下吗？对，我们有空再约，我们哪有那么生疏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阿北出事啊，还有我是你生宿舍张力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哦，然后帮我们按赞，如果有推荐不错好玩的，然后或者是想看我们再去逛老街的，或者是想要看阿北介绍老街有什么好吃的，记得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好吧？如果想看我的要超晚的话，北北就要约其他女生。我，你们是不是也蛮想看别人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